我也希望每一次的这些投资真的能够对频道的内容有一定的帮助。Alright guys, 双十二购物分享，这一次都是正经的服饰单品了，不是双十一那些怪东西啊。我们先从鞋子开始看，然后按鞋子对应的搭配，我们来分时间轴，大家挑自己感兴趣的看就好了。然后福利的话，看上一条影片。十二月初的时候 ，Noda 和 Heaven 一起共同推出了一双 Noda 003，也是他们应该说目前来讲最新款的一个鞋型了。Noda Run 这个品牌，可能各位最近也有看到吧，它是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户外越野跑品牌。它目前推出了一共就三款鞋子，当然后面肯定还会有04、05、06，这个已经是确定的事情了，但是还不知道长什么样。他们成立到现在大概就三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主打的就是一个轻量化和耐用。不过他们最早的那两款鞋，就我个人的审美啊，颜值上我不是很喜欢，尤其零。001我觉得太丑怪了，所以就没有入手。然后002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又没有喜欢的配色。那003我觉得哎确实不错，因为有 Heaven 品味加持吧，视觉效果上我看起来是比较顺眼了，合我眼缘呢，我就入手了一双，就从 Heaven 官网直接入就好了，他们可以从北美寄过来，虽然要花不少时间，为什么我现在才能做这条影片跟大家分享原因了，赶紧趁着天冷然后体验一下这双鞋。首先看一下鞋盒，是一双纯黑的鞋盒，正面就是一个 Heaven 和 Noda 的 logo， 很简单，鞋标以及它的货号在这边，是这种掀盖式的鞋盒，好久没见到这么正经的鞋盒了，就是一般都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整个鞋盒空壳就很重，纸板还蛮厚的，里面这一个硫酸纸铺了蛮多层。除了鞋子本身之外呢，有一张卡片，赶紧去截图看一下就好了。主要是讲这两个品牌怎么从机缘巧合走到一起的，然后讲这一双鞋的主要的一些设计特点，以及采用了一些什么科技。装鞋的袋子啊，格纹尼龙的 ，size 蛮大的，然后一个小小的 logo， 蛮低调。这个我日常也会用，出差的话打包装一些行李什么的都不错，束口的，然后还有一个扣子可以收紧。这个吊牌比较的简单，但是该有的信息都有了。Noda 自己的标，主要材质，他们目前出名就是采用这个 Biodynema 的材质，就是大力马了。这双003呢，它会还有一个材质是之前不太普遍的，这个材质的鞋呢，我是第一双，就它 G Plus 一个比较新的材质，防水膜，防水是1万 mm， 然后它是一个石墨烯材质，就是石墨烯膜，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这样理解啊。大概它能够在做到1万 mm 防水的等级同时，还能提供一定的保暖效果。但是这个闷不闷脚呢？由于这个特定的天气环境，我没有办法给出大家准确的参考。允许我再穿更长的时间再跟大家反馈吧。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就是 Vibram， 一个是跟 Vibram 合作他们的这一个 Light Base 中底，还有就是这个外底。Mega Grip， 这个大家比较常见了，吊牌就这些信息，那也就这双鞋全部的科技了。来看一下这个颜值，不知道你会给它几分呢？鞋型的形状喜不喜欢另当别论，就这个配色我觉得还是比较顺我眼的了。这一个 Light Base 的泼墨中底，这个中底呢其实跟001那双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挪到003来，然后整个鞋呢是那种 mock 鞋或者叫营地鞋之类的，就是没有鞋带的。这类型的鞋呢，去年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双，就是来自 Oakley Factory Team 的那一个复刻的 Flash 啊，我那个版本是黑色鸵鸟皮的，还挺庆幸当时选了这个版本。现在的话 Flash 出了好几次，也没有再出过鸵鸟皮的版本了。 OK， 扯远了，看回这双鞋，它整个鞋型的鞋楦比较的瘦长，但是它的鞋头不尖，算比较圆头的，至少我这个瘦脚穿起来呢也不会太有压力，但是它确实鞋楦比较瘦，我的脚趾还是挤在一起啊。然后再说一下各位最在意的就是码数要怎么选，官网可选择的码数列表就是一个 US 码，那我就默认这种类型的户外鞋是比较偏小的，跟我平时穿 Salomon 一样，但是这一次拿到的反而觉得怎么好像选小了一点点，这个位置小背的位置压得很紧，但是鞋头其实顶不到脚，大概还有1公分左右的空间，整个看起来很宽，就觉得哎好像这鞋不是很窄哦，其实它还蛮瘦的。各位选码数要注意一下，你宁愿买比平时穿大一码都 OK， 都不要买太小啊，因为它的鞋垫也是挺特别的。这是我第一双诺达，之前的001002我不确定它用的是不是这个材质，鞋垫用的是很眼熟的科技，我就不点名了，认识的都知道它是什么了。然后它整个会比较的厚一些，所以它也会侵占一部分鞋内空间，哪怕码数我可能跟Salomon选的一样，但Salomon那些用的是更薄的 Ultralight 鞋垫，所以这个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点点影响啊，我自己猜这方面。那么它鞋口的设计呢就是这样子了，就内外侧的挖孔的高度不太一样，
样，外侧的这个位置会更低一些，不是我拿歪了，就是你可以看得到里面内侧这边会更高一点点，不是很明显。后跟可以看到它从外底这一个 Mega Grip 的外底一直包到后跟的这里，稳定性包括一个抗扭转都有一定的保证。不过他们的定位以及他们宣传都还是比较偏休闲的，应该也不会有人穿这种鞋去越野跑吧，我觉得应该不太会，也不合适啊。001、002就不错了。然后他们的这一个外底的形状也是他们跟 Variant 定制的，除了这种密集的箭头坑纹之外，它底纹还有一些不规则的条纹，有点像河流或者山川等高线的感觉，视觉效果还是挺漂亮的啦。然后他们最近我看到有宣传，就是这些钉钉的位置呢，其实是有给冬靴做特别改造，就是把这些橡胶钉换成金属的，你可以跑冰雪路面，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城市穿着的。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它这个石墨烯防水膜的科技的这种关系，对热能比较敏感啊。因为石墨烯外套我之前也有一些，就是不是很冷的天穿它不是很明显的感觉，但是你一旦有一些内外温差，你一穿这个衣服马上觉得哎暖得特别快，然后保暖效果也算 OK， 不错，蛮好的。透气的话，这个因为一般都是冷天穿，所以也不会觉得太明显透不透气的问题。那这双鞋是我从 Gore-Tex 的鞋换下来之后马上穿它，我反而觉得它好像更热，我脚甚至立马就要出汗的感觉，就还挺夸张的。我那个时候可能在户外也就是6-7度，冷是一点都不会冷，坐着不动都不会冷，但是在北方就是下雪的情况下保暖效果怎么样，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也才收到没多久啊，这个还需要时间的验证。如果有下雪地区的朋友们碰巧拿到这款鞋的话，欢迎分享一下好吧。因为最近的广东冷呢属于那种湿冷啊，我的脚在里面闷到感觉好像要出汗，不会因为出汗而觉得湿冷湿冷的，它就是还挺保得住暖的，并且它防水效果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反正就是淋不透。目前可能因为它新所以淋不透，我也不确定，这个还需要时间的验证。然后它这一个大身的材质以及中间弹力的位置材质不太一样，这边应该主要就是这个 Biodenema， 但中间这个位置呢会有略微的弹性，当然要是没弹性的话穿得很难穿。它这个鞋口其实相对鞋楦形状来讲比较的小，穿进去很费力，还好它后跟有提环，稍微借一点力。然后看一下后跟这个位置，它其实是有一个超纤的皮质，反下来的位置这边它其实是反光的，就是你灯光照上去它会有反光，包括这一个提环的两边也是一个反光之带，这个小小细节做的还不错的。其他的位置呢就是一个耐用的比较硬质的压胶，包括这上面也是有略微的给鞋型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但是微乎其微吧，主要还是好看。我也蛮期待这双鞋后续会有更多配色或者说是联名出来，算是近期比较喜欢的一双鞋，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那关于这双鞋上脚效果以及上身搭配衣服的简单提嘴，大家可以看一看。裤子还是早两年的一条 Gucci Mane 的，很肥的一条工装裤，也是一条冬款。虽然它没有植绒啊，但是它面料够厚，并且口袋也蛮多的，穿上来我觉得还挺适合这双鞋的一个配色，大地色的感觉，有点 Urban Outdoor 的效果了。那么这类型肥裤其实正常来讲会搭配一个更肥的鞋比较好呢，想过，但其实穿这双鞋发现，哎，好像也还不错，因为它鞋口蛮小的，裤脚能盖得住这个鞋身，我还挺喜欢。那么上身的衣服呢，其实我现在穿的里面的这一件 Nuskasm 这一季秋冬的一件算是抓绒中间层，如果你想直接打底穿也不是不行啊，只是我觉得不太好，因为它毕竟里面有绒嘛。然后它是一个领口斜拉链，拉起来之后呢是一个小高领，弹性不是很大，所以开口做大一点方便穿脱。另外一边对称的拉链，这个是个大口袋，装载能力蛮好的，但是我就不建议大家装太多，因为毕竟胸口这个位置鼓鼓的，然后它又不是很居中对吧，它偏向这个方向，就是一边大胸一边小胸的感觉很奇怪。装一些扁的东西，卡片啊，临时的一些票据什么的，我觉得都问题不大，可能是纸巾或者是唇膏都可以，就是一些小零碎了。袖口还是有纸套，就方便你在穿衣服的时候袖子不会缩到里面去，这是冬天穿衣服经常会发生的情况，小细节考虑的蛮好的。然后袖口的这个弹力纹呢也不会太刮手，很舒服。帽子就这一顶羊毛的，然后里面有一个抓绒层，两层。说实话在广东戴这个帽子呢其实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热啊，不太用得上，但是好看嘛。围脖是这一个 Acronym 的 NG4 Shoulder 软壳的这个版本啊，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就不多讲了。这个季节搭配它再配上这些衣服，我觉得防御性是完全足够，至少在广东大降温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用担心坐着不动也会冷。那包包就是这一个很大的 Gucci 的袋子，我已经用得很超了。之所以喜欢在冬天用这款包，主要是因为频繁的进出商场或者说室内室外切换的话，厚衣服有地方放，也不止我一个人有衣服要装进去，那不是件件衣服都像这件衣服有背带嘛，对吧？并且它更方便装一些零碎啊，包括你们可以看到我戴的眼镜 Oakley 的那个 Half Jacket 2.0，耳机是这一个圣埃塞尔的 Momentum 4， 这也是我双十二期间买的，因为我想剪片用，开箱就不开了，这也不是特别新的款式，只是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然后圣埃塞尔品牌也不错了。盒子就这样子，简单看一下，音频线、飞机转接头，然后一个充电线，其实它直接插电脑听歌也可以，然后就耳机本体。这耳机其实我觉得它颜值还不错，简简单单的，我选的就纯黑色，然后它拿起来就自动开机，戴上就自动识别了。对，我听到你的直播了，在我这里，黑色很显瘦。
它的操作呢其实很简单，没有更多的按键呢，主要就是右边耳罩的这个位置滑动切换双击啊什么的，更便捷操作，我觉得还不错了，习惯了还挺方便的。唯一一个按键就是底下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开关机，然后包括蓝牙配对也在这里，然后它只能旋转不能折叠，广东来讲冬天可以当个暖耳的耳罩都没问题。然后夏天的话其实我可能会更多选择还是在室内用，因为有时候我剪片一剪就好几个小时，如果我用那些小的耳塞一直堵着我的耳孔，然后就戴久了会痒很难受，然后就想买一个大一点的不用一直堵着耳孔。降噪的话其实它不是最强的，但是有那么点用也就够了，主要是看看它续航60个小时充一次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完全不用担心电量。最近用下来我是挺喜欢的了，就算平时没有在用的话，这样子当个配饰好像也不错，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同价位来讲，它的音质或者说它表现的声音效果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再一个就是长续航耐用。 OK， 我们看下一个鞋款啊，是来自 Salomon， 蛮特别的一个设计。首先看下鞋盒吧，很猛男或者说很少女的配色，鞋标这样子，包在这边感兴趣的可以截图看一下，是来自 Filippo Landowski 联名的这一双 XDSP1。 鞋子本身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颜值不知道你会给它打几分呢？为什么拿两只脚，左右脚的设计元素会有点不一样，有 Filippo 他自己的 logo， 包括鞋舌顶上也是，然后左右脚是错开的，整个鞋它看起来是绒毛的感觉，平时比较少在鞋上看到，不是那些毛毛鞋雪地鞋用的那种毛，不太一样。周围呢其实附了一大面的胶，然后这个胶的边缘呢它是有一些不规则折线状的设计，是完全随机还是设计好的我也不确定啊，但是看起来视觉效果还是蛮好的，呼应到这一个鞋带系统，有点像 Sense Fit 延伸出来的这个锯齿状纹路，也是有点折线感。 Filippo Landowski 这个设计师呢，虽然我对他了解不多，但我知道一个，就是之前的这一双 Speed Reverse 主要的灵感来源其实就是他，还是挺有才华的一个年轻设计师啊。其实这双鞋我觉得很眼熟，来看一下，这双是 XTSP1 Filippo 的，这双是 XT4 OG。其实他们两个的底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是把 XT4 OG 的底移植过来了，鞋面做一点点改动，隐去了压胶 Sense Fit 的结构，但它的 Sense Fit 呢其实是做在鞋内衬里面了，收紧效果的差别不算太大，鞋舌依然也是种独立鞋舌，脚感的话可能只有 1-2% 的差别，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不是同时穿这两款鞋的体会不太出来。鞋垫也是这种比较薄的 Ocelite， 然后有 Filippo 的 logo， 挺简单的。这个位置的内侧呢就是鞋型的名字以及 Filippo 的名字，整双鞋还是比较低调，当然因为它的配色是这种黑色带一点墨绿，包括 ACS 稳定结构也是这个透明绿，挺好看的。它还有另外一个配色会更加的，怎么说呢，你们看图片吧，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我会觉得黑色可能会百搭一些，粉色那一双呢可能适合的人群会比较特定啊，不是那么好驾驭，大家看个热闹就好了，反正也不是那么好买。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其实也是 sample 啊，不是我个人拥有的，接下来拍一下码数选择，跟普通 XT6 或者说 XT4 OG 一样选就好了，最好去店里试一下这个鞋你穿什么码数照选就行。其实 4 OG 这双鞋呢是我今年穿比较多的鞋款啊，大家可以看到这双鞋我已经穿得有点变形了，真的很好穿，我觉得比 XT6 还好穿一点，得益于它的比较高足弓的承托以及前后掌坡差，独立鞋舌也更加适合日常，没有那么的运动，比较适合通勤了。现在这双鞋配色也蛮多的，那么看一下 Filippo 这双鞋的上身效果及它的搭配。从头到脚看，帽子是这一顶 CP Company 和 Fila 联名的一顶帽子，这其实就是 CP Company比较招牌的一顶风镜帽了，这没什么好说的，材质是100%纯羊毛，这个天气戴我觉得刚好，因为它还算是比较透气，织得很舒，不会太密。身上的衣服是这一件棉服，来自 Nostrum 23秋冬的 Drop 4，是一个独家款，就是只在他们官方店才有卖。它的胸口有一个袋子，其实跟刚刚我介绍的这件打底蛮像的，它的设计逻辑或者说它的整个结构 basic 是一样的，一个斜拉链，门襟是从领口一直斜到你的身体左侧的侧面底部，一个完全打开。它的甜棉量我不确定有多少，但是他们家目前用到现在的棉服甜棉材质好像都是 Thermalite 这个材质，就是一个中空的类似熊毛纤维的这样的结构，较好保暖的，并且它也有一定防潮性，至少在功能性上呢，城市穿着的表现不会失望或者说有任何不妥，放心穿就可以了。那么拉链呢还是双头的，上下都可以开，胸口也有一个胸口袋，跟这件中层抓绒一样啊，它也是一个斜拉链，但不过拉链开口更大一些，可能方便拿东西啊，
啊，有一个拐角弯下来，然后是这么大，可以放一只手还多。只是我个人觉得这件衣服整体上身效果呢会比较的利落，或者说比较的有攻击性。这件胸口袋可能是因为拉链要转角的关系啊，它的圆角比较多，就没那么尖锐，看起来跟这件衣服整个的风格我觉得会有些冲突。如果它是更直线条的话，我个人会更加喜欢，当然是我的想法。他们的整件衣服的面料呢跟这件棉服不太一样，棉服这边都是 Windstopper 的材质，那么这一个呢是更像是 Packline 的材质，它会更加强韧一些，但是它还蛮好打包的。有一个小的隐藏口袋是在右臂的腋下，像是枪带的结构，拉链是这样斜着往下开，不算太大，也是一只手左右的容量，并且这个位置呢是不会影响你做任何手臂运动的，背包应该也不会压到，但取决你装什么东西了。我是蛮喜欢这种小口袋设计的，领口依然是这种小高领，袖口的位置有魔术贴收紧，可以调节一下，调节范围还蛮大的。那么下身的裤子呢是抓绒软壳啊，这个不是独家款了，它有一条拉链，可以在前方调节整条裤子廓形，比较适合更灵活搭配风格。看你搭配什么鞋子，你可以把裤子塞进去，或者把拉链完全打开，把鞋子罩住，有一点敞口的效果，或者说只打开一半，有点微喇的感觉，这个调节范围还是蛮灵活的。那么托特包一样还是来自不工业，整体上的效果大概就这样了，不知道你会给这个搭配打几分 ？OK， 我稍微讲的快一点，东西比较多。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或者说我没提到的话，欢迎你留言或者弹幕再问我。我们来看下一双鞋，鞋盒是这一个比较常看到。的蓝色的Salomon鞋盒，鞋标在这边，这也是一双联名款。那么鞋子呢就是这样的，这双来自 GR10K 的 XAL 配低帮版，大家戏称为叫户外劳保鞋的款式。去年也是秋冬的时候呢， Salomon 跟 GR10K 的联名是这一双鞋，鞋盒是这一个旧款的 Limited 鞋盒， logo 都还没改，是这一双 Quest Low。 哎，我觉得这双鞋当时看真的好看，放到现在依然还是这样子。 Quest 这个鞋型就是帅，并且 Quest Low 这个鞋呢，哎，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次联名之后并没有做普通款的 Quest Low， 在店里面摆的依然都是 Quest High， Quest Low 版本依然就还只有这一双，很奇怪。这是这一次联名的 XAL 配，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一次联名呢？ XAL Pen 这个鞋呢，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帮鞋，或者我有一双 CDG 联名的 XAL Pen， 这双纯白色的，把它扣好之后，它脚感包裹性还是蛮好的，很舒服，很贴脚。但是它现在改成低帮之后呢，我个人觉得鞋口的开口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大了，会有些松动。不是说你绑松绑紧鞋带的问题，就是敞的比较大。当然这个取决于可能我脚比较偏瘦吧，鞋底专门为了竖线以上的碎石路面设计的这种攀爬型的外底纹路，它的纹路间隔呢会比较的大一些，没有那么容易卡小石头，这是它的设计特点。然后包括这个位置有个 climbing zone， 就是有一些碎石路面专门只靠前掌来攀登。当然现在变成了低帮之后呢，其实平地穿的话，没有那么多讲究了，穿着舒服就行。里面的鞋垫跟上一双一样，也有这一个他们的涂鸦设计，然后也是 Ortholite， 后跟也一样有他们那一个有点像骷髅头的图案剪影。然后这一个低帮的 XAL Pen 的后跟没有任何提环啊，只有前面有一个翻盖鞋舌，最近很黑的有点像是复古足球鞋的这种设计。然后它这个翻盖打开里面还做了一个小印花，有点小心思。这一个鞋带依然是没有 quick lace 的，需要像传统的鞋带一样绑，并且是圆鞋带，有点容易松，所以我绑了两个结。这个位置呢是有做收纳的，除了你的鞋带可以扣在这一个翻盖鞋舌之外，它在前面的位置有一个弹力橡筋，就可以把鞋带收进去了。鞋身主要的材质它会有点像是复胶尼龙的感觉，其实它是一个 GR10K 他们招牌的一个劳保型的阻燃面料，类似消防员穿着的衣服，然后有拼接一些白色的更加厚实的类似人造革的材质，前面依然有这个比较厚的防撞包胶。上脚的效果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一下，我觉得它还蛮有这种，不知道这样形容恰不恰当，会有某一个年份的 Kiko 的那种感觉哈，但是跟现在的 Kiko 肯定不太一样。这一身穿搭的单品裤子 Luxem 这一季的一条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比较薄的软革裤，它整体裤型的比较肥，然后裤脚是有橡筋弹力可以收紧，适配不同的鞋款。膝盖的外侧弯折的位置是有两个捏褶，他们这一次的蛮多裤子都有这个设计，不是在里侧就在外侧，对于提升裤子的廓形感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前面设计功夫最大的地方，首先就是一个插手的口袋，撩开这里就这样塞进去，然后这里撩开的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外置的口袋盖，这个拉链拉开有个这样的口袋。这个组合呢是蛮方便放东西和插手的同时有一定的隐蔽性，也不会影响裤子的更多的廓形。当然这个口袋也是做了一定的鼓起啊，放东西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立体感。前面有这个放手机或者说放钥匙的直插袋，不算特别大，但是放一台手机是没有问题的。裤子整体比较简单，但是上身廓形感还是很棒的，我觉得还挺衬这一双鞋。然后上身搭配的棉服呢，就是上条影片给大家拍的福利，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去看上一条影片吧。这件棉服是他们这一次的独家款，就是只在他们官方店卖。
然后整体都是一个迷雾印花，跟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件迷雾印花的卫衣图案都差不多，有点三拉链的设计，主拉链在门襟正面，它到领口的位置是有点像你的身体右边偏转的，拉下来之后它这一个门襟的位置会有一个像以前军服的会有挡风片的设计，一个弯形延伸到脖子侧面，打开之后就这样子，我觉得还挺帅的，因为里面这个挡风片呢也是一个倒三角，等于说里面叠了两层，右边胸口会有一个侧拉链的带，因为拉链是做了隐藏式的，拉开之后是一个蛮大的空间，但这个空间是单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更加大的拉链口袋，上面到肩膀，下面一直到这个口袋底部，口袋底部是对齐的，整件衣服的重量还是蛮轻的，拉链依然还是双头拉链，这一个主拉链呢它其实是一个外缝的设计，就没有缝在面料里面啊，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涂鸦草稿的感觉，做的比较粗放一些，我还蛮喜欢这个设计效果，然后袖口以及下摆呢就是用了传统的弹力螺纹，螺纹弹的效果还蛮紧的，我个人觉得下摆会有些过于紧了，我自己穿的时候呢会习惯把下面拉链拉开一点点，让它看起来没有那么拘束，那两侧依然有这个短短的插手的口袋，是拉链，我很喜欢口袋有拉链，这件衣服的口袋都有拉链，超棒。然后它甜棉依然也是 Thermalite 的这个材质啊，头顶的帽子来找朋友阿良的 AOOT Shoulder 面料短檐帽，身上挎的包蛮特别的，看起来有点像很多人背的 Le Maire 的那一个牛角包，但其实不是，它是一件 Vintage， 它是应该在2000年左右，当时设计总监还是 Tom Ford， 是这一款包，它来自 YSL， 很简单的一个配备，里面就一个简单的拉链口袋，然后内里也是全皮面绒面皮革，非常的细腻，然后从上面这里一直延伸过来，它有两个金属扣，这扣子本来就是有个做旧效果，七八十年代就有了，是左岸系列的，这个是腋下包，也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尺寸，当然我就驾驭不到了，我觉得这个 size 还不错，男女都可以背，感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去找找看，就是很经典很耐看，整体上身效果就这样了，不知道你会给这穿的打几分呢。 Noscasm 他们这一次呢秋冬的 Drop 4独家款式只在他们自己家店铺卖，除了我刚刚介绍两件棉服之外呢还有一条裤子，因为我是离开机之前才收到，所以就没有来及外拍给大家看了，只是在这里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软壳织绒的裤子，然后它的裤腰是这样子，双抽带收紧设计，这个设计蛮好的，我一直都还是挺喜欢这样的设计，很灵活，收紧效果也很好，很牢靠，不容易松脱，要放松也很快，前面的拉链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拉链，里面的绒都是格纹织绒，它会更加的细腻更加薄一些，但这一条软壳的格纹呢跟我之前分享的那一条软壳不太一样，那一条格纹会更小更密，这条格纹更大一点，这条裤子的面料其实是 Petwin 的，它的保暖性能会比前面那条贯穿式拉链的要更加的暖一些，或者说更加没那么透气，当然重量上差别并不是很大，我穿着的天下来体验发现，至少在广东对我来讲它的保暖程度可能有点过剩了，它可能会更加适合零度左右的地区，这些朋友们可能有机会的话尝试一下，你可以从外面看到有点格纹的感觉，一开始我拿到的既视感我还以为是，哎，怎么那么像 P23A 啊，不过仔细看一下还蛮多细节不一样，其实好多设计元素 Noscasm 他们已经沿用了好久了，它的前方有一个直插的拉链带是这样子的，然后侧面有一个直拉链的插手带，这个是有拉链绳，前面这一个拉链是这种同心直锁拉链，比较短一些，这个拉链会更好盲摸到，它这个里料会更加好散热一些，如果你需要散热的话这个拉链就保持敞开状态好了，然后后方屁股的位置还有一个直插带，这里是没有拉链的，这裤子我觉得设计简单的上身效果还是不错的，它整体形状是偏锥形的感觉，当然膝盖这位置有两个捏褶，立体感会营造的好一些，然后软壳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小腿中间，下面这一块呢是一个薄的单层的弹力尼龙面料，这个位置其实不能拆卸，我有可拆卸呢，不过不拆卸也蛮好的，就是它有一个层叠的感觉，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裤子啊，挺适合在需要抓绒的时候穿，并且它不需要考虑太多的搭配，因为它已经有足够造型感了，你上身随便套一件衣服就可以很轻松的出门，搭配鞋款适应性也很广泛，上身之后它的松紧弹力呢就是还挺适合不同的鞋型的，很百搭的裤子。那最后再看一下他们新款的这件矩阵棉服，分享一下 1.0 跟 2.0 隔了一年他们有一些什么改进， 2.0 也跟上次一样是 Windstopper， 但是如果你放在一起看不知道能不能发现颜色上会有点差异， 2.0 它会更加偏蓝色一点点，整个面料的光泽度不太一样，毕竟不是同一个批次的嘛，这很能理解，因为 Acronym 也经常有很多 Gore-Tex 的服装这是黑色就偏蓝，充绒量什么的我自己穿下感觉差不多，主要是调整了一些穿着时候不太舒服的小细节，首先一个我之前跟他说过很多次的就是领口的位置，我这里做了一个有点鬼畜的对比，我把两件衣服新旧不同左右一起拉上了，哎，见它拉上，然后你可以看得到新款 2.0 的版本呢拉链会比旧款的长那么一点点，就是因为领口的位置发生改变了，主要的设计细节就在于旧款的领口它的领边跟领底其实是差不多平行的，
那这样的设计就会导致，假如我里面有一件高领打底，再配一件抓绒的中层，也是有一个领子的。然后我再拉上拉链呢，太紧了，它的这个领底围会变得很紧很窄。虽然说这样设计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啊，但是你要考虑到它里面会叠穿呢，就不会太舒服。所以他们这一次把领底向下放了一些，并且做了一个矩形的切角。那这样子呢，领底底围会向脖子下方延伸更多，把足够空间留给里面需要叠穿的一些高领服装。我觉得这还挺舒服的，并且它在拉开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一个褶皱边拨开的感觉，整个拉链挺得住利落。然后边边的这个缝合位置呢，二代这个是埋线的设计，就是两个面料这样子夹在一起缝合，而不是一代的这一个直接硬夹，这样子就会起波浪。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一直有一个小褶皱，就没那么美观，不够帅气。这个看起来呢就很显贵，其实只是设计上花了很多功夫去改进，实际上工艺的差别呢不会特别大。那么再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袖口的位置， 1.0 的版本适合够调节松紧，其实我还蛮喜欢的。这个适合够调节，它扣上之后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褶皱，哎，看起来好像有一个非常直非常利落的收紧，整个视觉效果我觉得是比较的硬朗一点。然后二代这一个就是一个弹力的边，看起来会软糯不少，但说实话穿着的舒适性以及实用性，弹力边的话会更舒服更亲肤一些，把它当小外层或者中间层都没有问题。 1.0 的版本如果你要把它当中间层穿，它会很吃厚度，外套的袖口就会被它顶起来，如果你再戴手表的话呢，或者有些什么手镯手链的话，这个位置就特别特别厚了，就很不舒服了。再一个很大改动的位置就是胸口的口袋，原先 1.0 的胸口袋整个向下移动了好几公分，把这个口袋放到了靠近腹部的位置。这个设计可能会对于一些身材比较圆润的人士不太友好，因为肚子本身就已经圆了，如果你再在这里加几个口袋再塞东西进去，这个肚子就拱起来。但讲真的，如果是在冬天在户外行走的过程中需要拿取物品，或者需要把手揣进口袋里取暖的话，确实腹部这个位置会更舒服一些。并且这次的口袋设计呢，可能也考虑到这一点，在下放到腹部不想要再凸起更多的，这一次口袋但没有做一个立体的折角。 1.0 的版本在口袋的两边都有一个折角，立体一点，看起来就是更有一个方形盒子的感觉。二代这一个呢就更加扁平化一些，并且它整个口袋是有点倒梯形的，就更加适合它两侧揣手进去，因为这一次的插手袋设计在了这个口袋的外侧，当然了，内侧依然还是有这个传统的拉链口袋，可以放一些小杂物，并且你可以看到一打开就是里面这一个 Windstopper 的材质，内衬都在这，也就是说你手插在这里，虽然它不是在这一个保暖棉的里面，但是有了好几层面料去遮挡呢，其实也是密不透风的。然后侧面拉链口袋依然还是保留着，这一点很好。所以说这件衣服现在总共有六个口袋了，上一代的 1.0 呢只有五个口袋，不过它有一个口袋是取消掉的，右胸口靠近腋下的位置开口的那一个小口袋，那里用来放零碎我还挺喜欢的，虽然现在没有掉了，但是并不影响这件衣服六个口袋拿来放零碎绰绰有余。那么这大概就是这一件衣服 1.0 到 2.0 一些主要的改动，我还是挺喜欢他们这次迭代的，虽然看起来好像并不是一个飞跃性的提升，但是很多很多优秀的或者说经典单品就是在一代一代小细节的改动上不断的去完善和进步，以达到更加持久这样的设计力，我是满意的。如果你已经有 1.0 了，我并没有说马上就让你隔一年买个 2.0， 其实使用上差别不算特别大，但如果你还完全没有这种衣服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直接买个 2.0 的版本。这大概就是我关于这件衣服的一些分享了。我很相信各位有在画面上看到我在讲这件棉服的时候配了很多画面，其实手里拿了一个稳定器。那么接下来就最后一样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 Insta360 饮食的 Flow 手机的稳定器，它是有 AI 功能的。如果你看过我前几条影片，尤其是去云南的那一条 road trip 呢，你应该发现了大部分的素材都是手机在辅助相机。当时我还没有换15 Pro 了，当时用14 Pro， 但其实差别不是很大。不过15 Pro 它现在可以用苹果的 lock， 就能够在后期调色上有更大的空间以及更好的宽容度，但是它比较吃内存，最好是外接一个移动硬盘，只是我现在还没有实际拿它去拍 lock， 不过平时用它拍一些辅助的素材记录，因为相机有时候也不是拿在我手里的，有时候毕竟掏相机一拿出来要拍的话还要调参数，还没有手机反应那么快。那么也是因为这个需求呢，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在手机辅助相机的情况下，不要损失太多画面的乐趣或者说 storytelling 这方面的作用，希望能让它即便是辅助也要保持一定的水准的出品啊。对相应的辅助工具呢，就考虑到了这台比较新的 Insta360 的 Flow， 还挺有意思的，开关机就挺粗暴的，把它一扭就自动开机了，关上直接扭回来就好了。我这几天简单体验试玩一下，挺多功能确实都挺合我意的。首先就是这个磁吸的手机扣真的很方便，往上一吸然后一打开，如果你是用的是苹果的话，它默认
开机就会直接识别，它就会提示打开13360的这一个软件直接开始。而且我还挺喜欢一点，就是他们这一个后面暗色半透明的材质很有科技感，我不知道是因为太新的关系，它底下这一个延长的把手以及脚架需要很用力才能抽出来，这个是有一点不太方便，不过可能用着用着会松吧，这个还是要习惯一下。那就是这个样子了，它的完全体还挺棒的，并且这个位置还可以扣一个麦克风上去，就是手机收音的话也能得到一定的保证。如果你在户外临时可能有一些类似直播之类的需要特别好收音的场景，它这个位置还是可以装麦克风的，在这里一个小盖子，然后插上去这边连线。那现在这个样子呢，其实就装了麦克风之后的收音，应该跟你们刚刚听到的声音不会有太大差异，还算挺灵活的。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临时的工作也能应付一下，就是他们这方面还是考虑比较周到一点。这波轮还挺不错的，手感蛮好的，并且它这一个模式切换呢，除了大拇指在这里一直过之外，手机上也可以调，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反馈吧还是有一点没那么迅速，有时候我滑了好几遍切换不过去。那配合它这个摇杆呢，其实它能实现很多功能，加上这个扳机键全向锁定，然后横向锁定，包括这一个全追踪等等更多的一些功能。再一个就是他们这个主打的深度追踪这个技术我也挺喜欢的，有时候一个人出去拍没有朋友帮你的话呢，当你想要跟拍的情况下呢，只要你框一下，或者说你转过去让镜头对着你，摁一下扳机键也行，它就能识别到你现在想要它识别的东西，即便被遮挡了也没关系，你可以左右移一下，你一露出来它马上就抓到你了，它一直会追着你跑。这样子试一下，有了吧，然后就可以远一点，总之就这样了。怎么有一种好像被数码产品追着跑的感觉。还有一个之前就我很喜欢在相机用稳定器去做的那一个旋转的拍摄模式，但是用相机拍呢就很难追焦和稳定，而且稳定器超重，一次不行，两次来三次，多来几次就很累，这个就很方便。然后它这个一样有 FPV 模式，切换过来之后这样子随便拍一下东西啊，就直接旋这个旋钮就有了，但前提是不要被这根棍子挡住你的视线，所以你旋转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下，不同手机的摄像头位置不一样，它的这个框框画好之后，哪怕你移开了它还是能找回来，我觉得还算挺聪明的，想要锁什么都可以，不要直接解掉就好了，你可以再重新框一个新的。性还是不错的，如果你的支架已经装到手机上的话呢，其实它放在衣服随便一个口袋里也不会太重，并且它这么小小个，续航大概在2900毫安，还挺耐用的。我是收到开箱之后充满了一次，直到现在一直都还没充过电，就是来来回回用了蛮多次的，没提示过有低电量，感觉还是不错的。我比较常用手机辅助相机拍摄的画面就是延时摄影，这个是用来交代场景转换或者说是当时拍摄环境最好的一个工具了。而我直接用手机架三脚架拍延时摄影呢，可能只能在后期软件里面去调整缩放以及横移之类的一些模拟动态的效果，添加几个点之后呢，它可以拍一个运动型的延时摄影，这样子对画面的整个张力也好，整个环境交代也好，或者说整个美观性都有提升，是我很喜欢的一点。相机拍延时就很麻烦，因为光线会变，相机一旦设置好就不好在中间更改了，手机会智能化很多。那加上这个稳定器，它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点，就是定几个锚点之后它会跟着这个轨道去拍一个动态的延时。我现在试一下，先调一下焦距，我喜欢它这一个小小的转盘切焦距，它切得很柔和很缓慢，而且镜头切换的时候不会很突兀，来看这一点我就很喜欢，它可以一直推，还不错。其实目前我觉得手机拍视频来讲 iPhone 还是第一梯队了，先不管它的推荐，我想调一下滤镜，这个就很好看了，城市二，它自带一些滤镜还不错，延时摄影当然在这里调也可以了，只是我习惯 OK。
然后这里可以加一二三四，一共四个点，其实我手动扭它就行了。从这边，哎呀，它这个又默认切换到一倍镜，0.5，然后这里算一个，按一下加号，然后第二个来到中间，第二个，哦，手机夹是吧？往里面调一点点。第三个来到这里吧，这样子。然后第四个这样子，好，然后就开始，他自己会计算一遍，先预演一下，哦，很不错。闭嘴。好，开始了。时间还有长度什么的都是默认的。那延时就是这样子了，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一个蛮好玩的是全景照片。就是之前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很难达到的，它默认是一个3×3，然后180度可选，240度可选，以及一个球形，我选个240。 OK， 哦，这样子 OK， 确认，好，就不管了，让它自己转。哇，可以夹在较低的水平，再次开始 OK， 那大概在这个位置。哦，它要反夹，不好意思，我弄错了。拍这种照片的时候注意不要到处走，不然上半身或下半身会消失不见，错位掉。哇，我记得他会自己削掉他的那一根自拍杆，就是整个还是跟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一个360的摄像机差不多功能，就是现在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机，不管什么手机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 Insta 他们家算法还是很棒的。好，现在拍完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全景。哇，我转头了，我的头不见了，不见了一半。哦，好玩。啊，底部是没有它的自拍杆的。啊，哎，很过瘾的，这个真的好玩。哎，还可以再缩小。哇，可以，厉害。放大，放大。这个功能到底能放多大，应该是取决于你手机像素了。但总体还是很好玩功能。包括它的延时摄影呢，其实还可以拍这种行走的移动摄影，就是有点像你们会在很多旅拍的 vlog 里面见到的那种。但是那一个如果用相机拍的话，真的很辛苦，还是需要很大量的尝试，然后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这一个的话就很轻松很简单，即便失败了效果没那么好，其实损失也不会太大，你就多走一段路嘛。冷啊，现在才刚6点，天都这么黑了，收起来，先去吃东西吧。当然，我以上的演示呢，都是针对我现在这一台15 Pro 的一些演示，功能可能不一定跟你自己的手机使用的效果完全一样，毕竟手机大小啊，摄像头的数字都不太一样。当然，建议还是用Insta他们家自己这一个软件来拍摄会更好一些，拍摄的时候可以直接带滤镜，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有时候拿相机拍，直接显示 log 的画面灰的不太清楚，我调色之后会不会有断层或者什么的，然后调色也会不敢太用力。这些的话拍完直出就行，但是要跟相机 match 的话可能还是要花一点功夫，我会希望能有一个延伸的，比如说能让我卡外接硬盘的装置，这样子我可以拍 log， 不然的话手机自己的内存不太够。那么这大概就是我简单几天的一些使用体验了，更多使用体验呢还是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跟大家出去 road trip 一下，希望大家喜欢这类型的影片吧。我也希望每一次的这些投资真的能够对频道的内容有一定的帮助。那么也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关注点订阅了，那我说我们下次见吧。对，他把里面马甲拆卸掉了，然后他这些手之类的，还有肩膀的密度不一样，像你弯曲的时候拉伸空间都会大很多。哦，就是对滑雪人群日常的冬训训练用的。对。